嘿，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木头做的鱼，某呀，小铃铛，在嘿，干嘛？小伙伴大家好，我是小铃铛。好嘞，欢迎收看我们的《寻发快大冒险感谢小伙伴的收看。》。不是，你撅着个屁股干什么？好了，咱们首先回顾一下上期视频的剧情。上期视频，我跟小铃铛。双方都被射成刺猬了，但是没分出个所以然，所以上期就这样吧。好随便呀！好了，咱们这期开的是那个随机幸运方块，感觉能开出很多东西。来吧，各位各位，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惩罚的话，那个由于在很多期视频有很多小伙伴强烈要求，他们想知道我小时候的事情，那么。不管是你输或者是我输，都要说我小时候发生的一些事情。哥哥，也就是说，这一期如果我输的话，你会帮我接受惩罚吗？不是，什么叫做我帮你接受惩罚？这是哥规哥，哥哥你真好，哥哥你真好，哥哥你对我真好，哎呦！各位各位，预备备，开始。哎，什么玩意儿？哎，哎，发生什么？好愉快呀！发生什么？哥哥你打我一下。哇，这个牛的血量好高啊！这个牛，真的吗？哎，是的，好高呀，保护也挺高的。靠近，什么玩意儿？什么东西啊？效率 C 的搞基。哦，搞基啊！我还以为烤鸡呢。我看一下，好像有个时运的，哎，这个有个时运的，这个哎。一看就是个毒苹果，送给你。哥哥，我开出了什么玩意儿？这是一个祭坛吗？什么玩意儿？这是什么？哎，来来来来，是一个祭坛这个吗？美丑陋又肥胖的小铃铛啊，这个毒苹果就送给你吧。哥，我跟你讲，我最近瘦了3斤，你信不信？不信，走走开。我试一下，吃不了。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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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哎，这有什么东西啊？我的妈！这什么？哦，这个随不机知道幸运方块。哎。哎呦。这随机幸运方块好像能开出那个咱们这个幸运方块整合包里面的所有一些幸运方块能开出来的东西，好像是这么回好事像啊。是的，哥，救命，哥！你叫救命也没用，我飞上天，我的妈，一把这么大的武器。我的妈，赶紧跑吧！他是僵尸猪人，他不会打你的，你相信我，真的。哥哥，你就说着，我就听着。鸡腿的骨头棒棒，对吧？你们俩去打吧。对吧？他没打你，对吧？你想多了，只是我跑得快而已。火焰 C，哎，又一个毒苹果。这什么？这什么头盔？哎，你们倒是跟他们去打呀！为什么我连个武器都没看到？马哎鞍。呦！嘿，小村民，你好呀！哎呀，我的天哪！就。我发生什么？哎，发生什么？我不知道，我就刚彻底黑掉了。不是什么鬼？你刚开出了什么东西啊？不知道呀，我刚刚也彻底黑掉了，是被关小黑屋了吧？一个鱼雷，完了，要死要死！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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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我怎么中毒了？我终于开出有伤害的东西了，哥哥。什么东西一闪而过？感情我这裤衩子虽然厉害，但是这个裤衩子跑得飞快。加 加油加油！那个小僵尸就交给，呀，是个妹子啊，嘿，妹子你好呀，我用我的美色去诱惑她，妹子，你看我那么帅，对不对？我那么帅，你忍心伤害我吗？啊？快走开！我打他！你忍心伤？哎，我好像捡到个不得了的东西！
啊，没什么卵用啊，神经病啊！只是放烟花。啊，去吧。有用，有用，有效果，有那个伤害，七点的伤害。小牛，这怎么？哎哎，我有帮手了，哼！起来吧，我才能。哎，哥哥，我怎么飞天了？哎，发生什么？我怎么在天上？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哪里？我要干什么？我下来了，我下来了，我下来了！快接住我，快接住我，快接住我！接你个头啊！我也上天了。八斤。不是你跟瘟神能不能离我远点？不可以。好多蛋糕呀，好多小橘子心啊，还有迷你方块，还有金屁股。我感觉我这辈子都没可能。奶头不粘我呢。哎呦。想多了吧你。哼。莫蒂石，又是莫蒂石啊！神经病啊！煤炭，哟，这什么东西啊？这个大家伙再见！哎呦，好烫呀，好烫呀，好烫呀！是个附魔金屁股。来来来来，旺财们，旺财们，起来，起来干活了！下界之心，不是你能不能、哦，你能不能给我开出来一些有用的东西啊，大哥？这啥玩意儿？哥哥，你怎么炸了呀？你开出什么东西了呀？不知道。我的妈！新方块全破坏没了，可恶，过分。里面好多新方块呀、啊，哥哥。哎，这什么？快进那个房子里面。哟西，什么房？彩虹色的新方块。哪呢？哇哇，好漂亮！这里面好漂亮，好漂亮。哥哥，拜托你和平一下，谢谢。好漂亮，好漂亮的幸运方块，好漂亮的幸运方块，哎，哎呦，快跑！哎呦，装了啾啾就跑，感觉好爽呀！还有，里面还有，把这些都开掉，嘟嘟嘟，打死你！好像那个，打死你！刚怎么有一只小白被我打死了？不是我长得这么像怪吗？你看你的衣服。我这衣服怎么了？很像小白的好吗？你这解释我给满分好吧。哎，我开到了一个小拳拳。哎，头盔是真的小拳拳。哥哥，你看真的小拳拳，无法破坏。我加这么多，完了。如果我没小拳拳，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个拳头的伤害是很高的。你走开，我妈不让。人家只有一次的那个。我妈不让我跟你玩，你看怎么样？哈哈哈！你看我，我开不着衣服。看我，你在害怕什么？过来，来。完了，我开出一个头。鞋子，裤子，衣服啊，没有。我看到一坨什么玩意掉下去了。一坨翔掉下去了。我的妈！哥哥你真棒。这么多恶魂妹子啊！吓我一大狗跳！你看，哥哥，你看我手里。莫蒂，这怎么了？什么东西啊？你看一下，这是什么？玉米加农炮。哎呦，发生了什么？刚刚不关我的事儿。我不是我开的，我绝对不承认是我开的。好大一颗炮啊！你刚刚手中拿着什么？我这是什么东西、啊？一个鱼雷呀、啊。这个应该是可以做装备的。喏，你看。铁傀儡。哥哥。我的妈。哥哥。哎呦我的妈！这么大一个。暂时有。哎，搞基800伤害的搞基，那急。哎，哥哥，这个真的，这个幸运方块它能开出各种各样的那个里面的东西。我觉得吧这幸运方块咱们下期还可以开。哟，完了，哎呦，这不是无敌的那个。
战神不是无敌的那个伤害也是很高的啊。跟那个好像比那稿子高一点，但是我那个剑的话，完了，这我的妈，这么多，哼，待会你不准 TP 我，我告诉你，不准 TP 我，你要是你不 TP 我，你要是能弄死我，我心服口服。你是说那个裤子还是那个鞋子跑得飞快的那个东西吗？不是，哎。小僵尸们你们好呀，再见。死亡不掉落，我的妈，我好像开出来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了。啾，摇瘦了，我看到了什么东西。这边了个迷的是鱿鱼发射机啊，鱿鱼发射炮啊，神经病啊！你要不要把这鱿鱼给弄掉？这有什么卵用啊？拿起吧！嘿，走嘞！哎，这个好像挺不错的。呀，哎，求他妈的，刚发生是什么？不是你？没什么，哥哥。你个瘟神，你又开出什么东西了？完了，我把我自己的幸运方块给覆盖完了。完了。好气哦。哟，我的东西不准抢我的东西，你走开，走。你没抢你的东西，走哥哥。走，不准抢。怎么为什么好好的死亡不掉落被那个了？不知道，不要问嘛。我也不知道干什么原因。好了，咱们来等。等一下，你等我先准备一下，不要急嘛，好吧。好了，我准备好了，求死，不准踢皮我。哎，我没事。好气哦，但是要保持我一下。我看你怎么弄死我。好气啊，但是保持微笑。你还有什么绝招使出来了？有什么绝活你使出来了？好气啊，但是保持微笑。哼！哎，我的那个法杖呢？哼！你有法杖又怎样？你是弄不死我的，我告诉你。好气啊，但是保持微笑。我看一下我身上还有什么东西，还有什么东西可以那个的。求死！我看看你在哪里哈、哦！你在干什么？我有本事你就撸开机眼，哼！欺负人，叫你欺负人！再见！哈哈哈哈哈哈！回家吃饭了，谁跟你啊？以后都不跟你玩了。哎呦喂！耍我这叫怂都有骨气，耍无赖有心好了好了，我直接认输了。其实咱们两个如果打起来不一定讲不定哦。好了，那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小朋友们收看，咱们下期再见，拜拜。